各位书友大家好，我是西园小老头，我们继续临写赵孟頫赤壁赋。好，我们来看这个五字，那我先把它临写一遍啊，撇过来回上到上面按下以后折分出来写这个横。这个横写好以后呢，先写这个横啊，按住啊，然后我们到上面去调过来，按住以后下来啊，折过来啊，它这里是一个转的动作，上去压住下来，啊，一个转，这个地方的动作啊，就是跟我们写无字有没有无，我们写圣教序里面啊有没有无啊，我们经常这个有无啊，这个无字啊也是这样子一个笔顺啊，这先横横横啊，再的写这里。再写这个左边这个竖啊，这样子过来啊。那么呢，这个字呢，它这个最紧密地方呢，它这个地方呢，它是最紧密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该松的地方啊，它还是松开来了啊。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换一种处理方法呢，也不是这个空白呢，不是这么大也是可以，但是呢，下面呢要把它放松一点了。你一个字啊，里面啊。就是最好要有这个有收有放，你的上面紧了，那么呢，我们呢下面呢，我们这个竖呢把它写长一点，啊，竖把它写长一点。那么这一个竖里面呢，这个竖啊可以把就像切蛋糕一样的，它很大的一块空间里把它切过来了，啊，就跟这个五幽啊这个下面，啊，这样子写。啊，这样子写，但看看这个地方的设置很大的空档。那么他这个赵孟頫呢，他这里呢，他根据啊这个字，所处的这个环境，因为他这个风格就是介乎啊楷书与行小这个楷书啊与小行书之间的这样子一种风格啊，他这个风格呢，他是还是比较优雅、比较文静的。啊，他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收放关系的处理啊，也不需要很大的这种情绪性。那像这种啊，这种长线带出来呢，就比较多、比较大的这个情绪性在这里面了啊。所以说呢，这赵孟頫呢，他还是适当的啊，像这种地方的把它放一点，其他地方你把它收一点啊。他这种对比度它不是很大，但是呢，尽管不是很大，但是呢，它仍旧在体现了他在一个字当中的一种。关系处理啊，好，我们再把它写一下过来，上去压住啊，这个一横呢啊，和上面这一个横呢要稍稍距离的开一些啊，然后这一个横呢它距离拢一些啊，过来以后压住啊，过来压住，跳上去啊，跳上来点啊，是这样子的一个写法。那这个字呢，幽字呢，总体还是比较简单的啊，它几乎是有点左右对称的这样子一种处理啊，这个把它压住啊。那么在这个字里面呢，它这个对比的关系呢，它主要是通过笔画粗细变化啊，来体现这个字的一种矛盾对比的啊。它这个细的笔画和粗的笔画，它可能相差可能快都要十倍的啊，这个相差很大很大啊。那么我们呢，当然赵孟頫他作为赵孟頫来讲的话，他另外一种风格呢，他其实是他可以把它写成这个粗细变化差不多的啊，这个也是这样子赵孟頫的一种风格啊。但是赵孟頫在这里呢，他选择了啊，把这个横写细，把这个竖写细，是他这一个粗细对比呢啊，这个非常的强烈啊。那么我们像这种明显的粗细对比的字呢，就是我们要把它学过来。其实他这个手法是什么？大家看一下，这个手法是这个三字啊，他这个笔画是比较细的啊，他这个局部呢是笔画是比较粗的。那么它这个也说明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说明的这作为这个绞丝旁啊，它这个两个绞丝作为这个优质的构件啊，作为或者部件，这种部件它是存在着一种某种的这个
或者呼应关系，或者某种相似性。那么个三字也是一样的，三字这个竖过去，这几个对，这两个点，大家发现没有，它也是存在着啊一种在粗细变化上存在着一种呼应关系啊，或者说一种镜像的对称关系等等的，反正就是这样子，差不多啊，这个差不多，这个和这个差不多，既有对比啊，它又有这种和谐啊，左右和谐关系啊，这个就是从结构上来讲，这是书法家，但是他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但我们从我们要分析这种结构，是为了我们下次遇到这个结构的时候，一个能记住哦，他原来这个是他是这样子处理，我印象当中啊、哦，有粗的有细的，这一个帮助大家记住。第二个呢，万一遇到类似的字了，也可以啊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当然不一定是这个优字或者其他，大比方说有什么字相近的或者相通的啊，这种左右的对称的这种字啊，可以用这种方法处理啊。好，我们知道了他这个意思以后，我们再写一遍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记住了。我们万一写一个同样，打比方说有一个什么地方出现一个优字，那么我们就可以啊拿过来写啊。这两个对称的，这两个对称的啊，中间比较细啊。好，或字啊，那我们看写一下下来，点啊，然后左边点出去啊，这个点比较大，撇出啊，撇点压住，横竖横跳出。点啊，就是这样子，因为它这个是小型数，很小的，这个大概跟那个一基本上是一厘米见方左右这种，或者 1.2 厘米啊，这样子大小的这种小型数，我们不能用大字的笔法去套用这个啊。那话反过来说了，因为是小型数，所以它这个用笔相对来说比大字要简单啊。大字这个用笔啊，要这个会有的时候会比较多的，会运用到这个中锋会用到，但是小型树、小草树，包括生活厅树谱这种小草树，它这个侧锋会比较多啊，因为它不需要这个动来回的很大的动作来调锋啊什么的，因为它这个小字一般的它这个用笔的动作呢会比较模糊啊。那么就这个字来讲的话，你像这一种东西就直接把这个笔锋转过来就行了，按下去过来啊，不需要你做太大的动作啊，就直接这样子写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再来把它写一遍啊，下去啊点啊。其实赵孟頫他这个赵孟頫写字速度是很快的啊，那么我们一方面没有赵孟頫的功夫啊，写不到那么快，第二方面呢，为了我们书友能够看清啊，所以这个速度呢稍稍的把它放慢一些啊，点啊，就是这样子一个写法啊。那么这个之字我们已经反复多次写了，那么我们就啊不重复写了啊，下来点啊就可以了啊。